祖师画像，他携带，他带领的是他乌克兰的弟子们，好，向大家展示。 都是他的弟子，是我的在这教的会员。明年后年回来是一帮小的，哎，小孩的，很还可以，非常尊敬中国，爱中国，是爱我中国的朋友们，也是咱八国门的后代。我怕我叶落不归根，我让跟回中国，将来他们再出现八国联军的时候，是他们打八国，而不是打咱们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